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那么今天因为感冒的原因，就给大家录制了一首男生版的一首歌曲，然后名字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然后如果你们有喜欢主播的，请点点关注，然后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请点赞，然后加转发，谢谢。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能分开，会不会还在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让爱情历经桑田沧海，是否爱又永世痴爱？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如果你们有喜欢的，就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。